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那感谢你们。那今天要来玩这一款《聊斋收灵录》，那测试时间是5月20号开始测试。好，那预计的话是测试到5月26号啦。只有登录是不是？好，伺服器目前只有一个诶。那就来吧，声音比较小声哦，大声一点。灵师，然后男女别而已哦。哦，没有，这边可以选角色是不是？性别，先选性别吗？哈姆，然后旁边这两个不能选呢。表示说现在可能职业还不能选就对了。哦，测试服啦，测试服有时候它有些功能还没开，声音比较小声一点。那画质的部分比较模糊一点，说。我刚刚不是在大扫除吗？好，穿越了，穿越了。怎么突然下？有奏妙。哎，游戏叫《聊斋收灵录》嘛，《聊斋》的话是神怪嘛，鬼怪。才突然，这书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翻开看看。啊，你是谁？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美女，梦露神，梦露神山，叫神姬。好，大人，您终于来了。美女，你认识我？而且我们衣服马上变了，变成那个道士服。您应该就是那位命定之人。好，命定之人，百年前曾有一位大人预言，将有异世来客，携搜灵录，所以我们是异世来客啊，穿越者。等等，我只是个普通人啊。马上出现一个可爱的僵尸。什么东西？不要怕，我们可以合力击败他。哦，这个美女身上都没花哎，点他吗？好，战斗。战斗是 3D 场景。大人莫慌，这应当是附近头。布阵一下，好上阵。我是神秘异灵。然后开战。哦。双方是自动战斗，哎，即时战斗。然后我们现在目前什么事都不能做。那旋转画面的灵敏度有点高。竟然胜利了吗？好，阅历提升二级。那体力加10。那里似乎有个异灵。这位兄弟，你们来的正好。莽中怪，我们，你们也是想往西边去？我们，不会吧？你们也看见了吧？我们，怎么我们？对了，你们叫我乔中怪。好，莽中怪，珍惜。拔山立尽，图，霸图什么的，不会念。我们其实是想问问，你可知道那行将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我也不知道，看起来是西边来的。感觉的话，他应该是我们肉盾吧。好，事件完成，然后就解锁迷雾。体力的分母是240哦。好，往西方发进，继续战斗。那样布阵，我是勇猛。开阵，那开战，哎，视野的话虽然能旋转，但是大人，
这行将来是我能做下。您可看见您手边的？听我指示。朱邪剑。灌注灵。这个是不是？这边有个 CD， 然后还有能量，35能量哦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啦，就是这个能量嘛，30%，然后35可以放这个技能。没看。不同的神器辅以灵力，便可释放不同的法术。哎，走走走，别说这些了，走。事件完成。画风的话是比较那种水墨，但是是彩色的。那边有个你，这个比例很奇怪啊！他们是瘦瘦的，然后我们那个主角头又大大的。你叫我大侠，感觉那个人物是用这个把他直接缩小。你修图吗？刚地图上那个人物。我也只是个新手。新手就这么厉害？你们村子怎么了？我们村子全被刚刚那种怪物炸。你知道这些怪物都是？不知道。好，怪物应当不会凭空现世，寻找罪魁祸首一事还有。 OK， 就跟村子人讲讲话而已。我们这就前往枯树村吧。枯树村单有名传说。这样有什么意义啊？用走的也行啊。但此处不好，消耗体力10体力，然后有一些任务。小乙，这个村民的这个人物的这些脸都长一样，哎，小乙没什么不一样。活着，快走，别怕，只有衣服不太一样而已。大侠，好好。这我带，只是我他二人。哦，我们选择一个角色加入我们哦。清河翩翩，孤星化清河。远程生存分身，远程辅助护盾。好，随便吧。林雨突然叫我，是有事要我帮忙吧？好，翩翩，珍惜。这些怪物是不好。我觉得他语音比较小声啊，背景音乐有点吵，有点大声。好，来，阅历又继续提升啦、啊，又加了体力。大人，来继续打僵尸。哇，爵士哎！好，布阵。我是清河一灵，可以治疗有。后排。没有啊，他还是在前排啊！你骗我。我觉得这个战斗有点像自走棋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战斗给我感觉像那个去年玩的自走棋，也是这样布阵，然后两边就开始战斗。然后这个技能，我要帮我上护盾呢、欸。我还在看系统，战斗系统，它就结束了。无妨。不过美女，你们怎么会在这怪物群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唤你前来是想救治。这是小事。好，完成。就在这个地图上慢慢解锁迷雾，然后有剧情这样。有没有？我觉得我们这个人物行走有点僵硬啊，就是一个图片这样飘过去。说来，我一开始啊，反正就是一个解这些都不解僵尸的任务。对，我之前去后等采烟，我们这边我按快一点。那他这边有一个大纲，好。动作还挺快的。这个有一个背叛者，小乙是坏的，是不是？我可不是什么小乙，我早就不便是。小乙呢？他早和这村里的人一样。好，还好小乙没死。终于出现不是僵尸了，终于不是，击败所有敌人。好，开战。真的有点像自走棋耶。这个技能长按没有跳出讯息。好，我们的漏盾加速是怎样？第二张才会开。好，晕眩沉默。
好了，慢慢习惯这个战斗系统了，慢慢习惯，还可以耶，还可以。你重伤方玉，现在就是游戏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多游戏你玩久都觉得大同小异，那这款游戏给我感觉还可以，没有那么套路。哦，这个给我感觉像自首席的布阵啊什么的。哇，敌人那么多。好，放这个伤。我们好像不能操控这些角色哦。好，我们的肉盾已经 GG 了吗？没看到他，应该是死了吧。好，获胜。好了，可能与他身上冒，我怀疑是。好，继续前进。我们好像绕了一圈哈，从上面这样一直这样绕过来。大侠，大侠，啊？谢谢你帮我们。你刚不是刚被背刺吗？你的伤口这么快就好了。对，大人。好，这边有一个什么什么地流浆，有了地流浆就可以给异灵升级了。好，升级的道具。聊斋幻境乃是这边，此处便是。我们这就去为异灵。这个应该是我们首页吧？哦，聊斋游历。那培养、升级、上页。果然好像更强了。聊斋幻境。有什么办法能修复纯文山氏之主极善？好，那我们先那继续游历。这边有主线，地图好像不能随便看呢，就是我们必须点着这样走。那有迷雾我们就过不去嘛。好，那我们回聊再看一下。目前的背景音乐，我觉得游戏音效可以大声一点，然后音量可以小声一点。那画质不能调，头像的话刚有解锁嘛，可以换一个。我觉得陆服很喜欢用头像框哎、欸。哦，我觉得啦，那就换了嘛。那我现在七等，零四的话可以升级啊。哦，可以升级。这边是换我们的零四，这边有点像看板娘，你可以换看板娘。行囊，这个是升级用的，哦、升级用的。这边可以升级。哎、欸，怎么没反应呢、啊？哦，比较慢。玩游戏吧。那就培养一下。哇，没了，没了。二级培养，好、哦，没有资源了，要一百。我身上的叶子可比铠甲还坚固。是叶子就对了，它是叶子的妖怪。好、哦，然后这是梅花妖怪。这个莽中怪我不知道什么妖怪。妖怪的特色还是有的啦。好，继续。那需要消耗体力嘛，然后获得奖励在这边。这是狒狒吧？这个字怎么念啊？三消吗？还是三翘？我不晓得。啊？你怎么哭了？啊？你兄弟怎么了？他那一个，那个异灵，我苦命的兄弟。地府。你说真的？你可有你灵魂碎？好，获得灵魂碎片可以招募。就是你们要是能救，是不是碎片可以招募啊？大人，我们这就果然合成，获得这个阴虎神。我觉得他那个背景 BGM 一直重复啊。这里是，兄弟，我还此处乃聊斋幻境，
原来如此。对了，我们刚刚其实是……这不是巧了？那我们这就出发吧。好，剧情还可以耶，就有一个连续性。黑五场，那一定会有白五场。哇，真的是自走棋玩法哎！可上阵的角色越来越多了。哦，真的很像自走棋。然后会有一个 buff。有了半层羁绊，如果上阵更多的坚毅羁绊，羁绊效果，我有两个盾角。好，这两个是我们的护卫啊。开战。真的是自走棋玩法哎、欸！到时候会两边这边布阵，我开始觉得为什么这么小只啊？后来发现是这样。哦，音效有点大声哈，我刚调太大声。好，这款游戏我给的评分会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一点。至少没有跟人家那么套路啊，不要去学人家啊。有些游戏我学来学去都长得很像。它、啊、这边有一些伤害输出的比例，护卫的话输出比较低啊，然后我们就输出现在是美女哎、欸，梅花的美啊。汝为何人？这个是阴差，阴差。阴差大人，阴火神未曾作恶，地府为何要勾起魂魄？误会，地灵大人于生死不羁。或许有人，哦，这个是死神是不是？拿了镰刀啊？若劝为优，亦可。哎，我都不知道。好，哎，他的剧情其实都是有语音配置的。哦，所以说还行还行，这款游戏还行啊。那也不是那种传统的美少女啊。我把那个宝贝埋在前面的小土堆，有宝贝。好，获得了一个神器，天蓬池啊。所以我们可以换技能，是不是？大人，他教我们如何换技能。好，会聊斋修为。他这个教学先填住点，先跑出这个箭头。好，激活一下。那我们替换。这样大人在往后的战斗中，对了，我们这样就有两个法术。聊斋幻境中，大人。那提升修为一下。好了，我们赶紧回神州。来，继续游历。主线开始，我们再玩一下。惭愧，生死簿不知遭何人篡改。无形是阎罗天子问责于我，命卑下尊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篡改了生。行事者似乎是地府小鬼。既然问题已经解决，此行是往。我们正打算去山市寻山市之。山市。圣珠是什么？圣珠是前往山市的器物。那我们没有圣珠怎么？无碍。糟了，大人！来战斗！哎呀呀！绿衣，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宝贝呀。但既然被……好，二话不说就打架。哎，这个场景是不是有在变啊？灵师，无来无可越之敌人后排。没注意，你看我们可以上阵的角色越来越多。好，大人，我请。那这边又有一些 buff， 我觉得他的战斗系统就是自走棋啦。那变成说是有剧情的自走棋，无情必定暴击哟、哦。哦，有方无情，一赢共享。无情这么厉害哦，自己有一个技能就对了。我们这边有个晕血，哦，正邪。这个能量马就可以放，然后还是有 CD 嘛。那红色的血条是敌人，应该是啦。好的。那是谁？应该只是个觊觎宝物的小贼吧。OK， 那时间上也差不多了，快二十分钟了啦。好，我就不过去了，这边要继续解任务。
那我觉得游戏还不错啦，那想玩的话，我会把游戏的连结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哦，整个游戏的剧情啊、语音啊，然后这些，哦，这些异灵的感觉都还蛮有特色的。那战斗系统是自走棋玩法，哦，自走棋就是摆阵嘛，然后 buff 啊、光环啊、阵营光环。那我们主角会在后面输出，然后有个技能可以按，这样有几个技能可以用，这样子。能量满了就可以放技能。好，主人，那就先这样咯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